孙哥如何评价你妈永远复活不了？啊，行，你说了算吧，你说了算。反正我家里人都被你们骂遍了，哎呀，我只能在生活中劝，就我家人也是那种态度嘛，就无，你们，我家里人还好，我妈还好，我妈心态比我还好，我妈就说你就是从事这个的，她说她就是无所谓，她说你就不要有心理压力，该怎么播就怎么播，知道吧？该怎么播就怎么播。我无所谓的，家里人都被你们骂了个遍，我还能怎么样嘛？如何评价我妈永远不能复活？就我，啊，就行嘛，就行。我这那我反评价一句嘛，你妈每天都复活，行不行？你妈每天晚上的12点必复活，你妈反正每天复活一次嘛。哎呀，我妈永不复活，你妈每天复活嘛。你妈身体可好？你妈每天复活，你妈每天定时打卡复活一次，来你的身边给你刷一下卡，我活了。对呀，还有40分钟你妈就活了，你。那个记得39分钟之后去你妈复活的地方打卡，看一看你妈，你妈可能每天就活个3秒钟，就只说3个字，我活了，然后就死了，然后每天复活一次，你妈每天都给我复活，你全家每天都给我复活节，操你妈。